我们的陈经建陈局长，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庆祝。局长好，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哎，各位来宾，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那么，非常欢迎啊，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那么还有各位来宾呢，那么莅临今天我们台北市国税局所主办的税勤百年嘉年华，我这边呢特别感谢呢主持人，还感谢呢我们自来水公司提供那么好的场地，那更感谢联合报系呢帮我们举办这么精彩、那么多彩多姿的活动。那么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刚刚呢主持人还有两位这个俊男美女啊，那么提供很多办理很多活动，提供很多奖品，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更丰富的奖品，希望大家那么踊跃参加。那么我们很多摊位呢，那么也有准备非常丰富的一个奖品，希望小朋友呢各位家长能够带小朋友来参与。那么我们是不是请这个高执行长来给我们讲几句话，介绍一下那么中义慈善基金会，那么好不好？谢。局长，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今天很高兴，来这里参加这个国税局举办的活动哈。首先，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谢谢台北市国税局对弱势儿童的关怀，也感谢你们举办这个抛砖引玉的爱心活动。同时也对各位民众表达诚挚的谢意，谢谢你们捐出你们的发票，每一张发票都代表一份爱跟关怀，也因为有爱，让孩子们每天拥抱着希望，让我们的社会处处有温情哈，社会会更祥和更美好。那中义已经成立有60周年哈，60年来我们都是在帮忙一些弱势的，像弃婴、收容儿童，还有家里包遭遇变故的孩子，我们在景美，我们也欢迎大家有空可以一起共同来关心孩子。那也祝福大家今天能够玩得愉快，活动办得顺利，感恩大家，祝福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陈经建陈局长的双手把我们的发票呢赠送给我们的中义福利事业基金会，由我们的高秘书高院长来代为接受。当然喽，昨天的风雨交加，今天的艳阳高照，都是现场每位好朋友您的爱心感动的天，谢谢。那当然喽，我们的高院长代表了我们的福利事业呢基金会，那真正的感谢他给我们的陈经建陈局长，谢谢。由我们的陈经建局长代为接受，代表了呢我们所有好朋友您的爱心和付出，感谢您，谢谢。谢谢。等一下，那你先拿一下。
他是他只要尊重，相信你吧。对，
小朋友，你们跟小哥哥一起唱唱跳跳啊！
个附近哦，有好多的流动摊位哦。哦。对，然后呢，也有很多小朋友在那边哦。对啊。有。你们现在跟我们一起来玩，你们用嘴巴回答。我说，你们有没有欢乐谷？有。很肯定。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考一些动作。好啊。那我来问问看，有没有小朋友很有自信的敢上台跟我们一起唱唱跳跳的？有啊。那我们先一人选一位，好不好？好啊。好。那我先选这个妹妹。这个妹妹。可以吗？好。那我们从这边。从这边有楼梯吗？这边有楼梯。带你上。还有这小手嘞。好，那我先选哥哥，好不好？哥哥先来。打过煤球，烦恼乌云别飞过来，叫他走开，都快，别走。没关系，台下的一起唱哦。台下跳得好的，我们待会会送他小礼物哦。哦，我们今天准备很多礼物，你们想不想要拿到小礼物？要。希望让他赶快过来才看到你们哦。对啊，弟弟，要不是喊很大声吗？你怎么还坐着？好啊，那来哥哥，你出考题喽。预备。你上楼，他们跳好了。
好，请再次做揭晓。我们先比刚刚那个烦恼乌云怎么比嘞？集中精神哦，因为我们要来考考你们。那待会呢，我们考你题目的时候，如果